嘿嘿嘿，今天的钓鱼特工队又来啦！看见这一群人窝在新乐飞行工作室前，又不是在计划些什么了。哎，那不是小欧吗？今天该不会是由他带领着传说中的实力团队，该不会是要来进行什么有趣的海钓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欧。小欧的后面呢，就是台东著名的卑南文化公园，是个很适合家庭旅游、带着小朋友前来玩的公园哦。现在小欧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小欧正在等待一群台东钓鱼特工队的成员们出现，期待成员们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在小欧旁边呢，就是台东钓鱼特工队的队长阿国队长。阿国队长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？今天带他们北上情人沙滩，但是我要先检查装备。哦。现在呢，队长要带我们来检查装备了，跟着队长一起走吧。阿明，有啊，带齐了没？有。你不要回去带大遥控器，没有带大嘞。小白有啊，大六有。带钓竿没有带一个？钓竿一个没有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哇，原来这一伙人还真的是要给他去海钓呢。吼吼吼，不啰嗦，小编也要跟着脚步。不然等会又要自己迷路找路咯。对对，小蛋姐，我马被对等我。听着国哥说今天是要到情人海滩，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情人在约会呢？还是说会有外国养眼的金发美女可以饱饱眼福了？嘿嘿嘿，台东钓鱼特工队出发。看见大家都已经蓄势待发的就定位，准备好家伙，待会给他施杀一番。咦，那不是我们美丽的女主播慧茹吗？哦，原来人家说摸鱼摸到大白鲨就是这个意思吧？喂喂喂，我是说情人海滩出西施啦。She knows when I'm lonesome. She cries.When I'm sad, she's up in the good times. She's down in the bad. Whenever I'm discouraged,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.眼看着天色渐渐变暗，不知现在每位钓鱼前辈们的战况如何了呢？哇哦，居然有人在短短时间内就钓到了，说我们就赶紧来瞧瞧是谁那么幸运啊。回来呢，哦，原来是阿咪前辈中大奖啦，从荧幕看起来还真的不小条哎，我们还是赶紧的来访问他吧。你现在中的是什么鱼？
那个我们俗称叫花回链呐、啊。回链，那、啊、你用什么饵？我这个是用刀啊，斗啊，哎，用刀鱼。哦，挖挖。活饵，哎，用活饵。哇，你这个拉上来拉多久时间啊？这只差不多十几分钟有。哦，这叫水嘞哈。哎呀、啊，我可以找备份间了。哎呀、啊，准备别来料理。这种的，这种。在富冈来，他们在拍卖，我听说他们在拍卖一公斤差不多七八百块啊！哇，那很昂贵、哦、啊！所以，这其实，在我们钓鱼人来讲，这种也是算梦幻鱼啊！梦幻鱼啊！对对对，这种是可遇不可求啊！对啊。看到这里，小编似乎也再也忍不住燃起内心的钓鱼魂。下次趁着空档，真的要来好好的跟着国哥以及前辈们，享受这充满刺激以及趣味的钓鱼乐趣喽！